大家好，我是小强，欢迎大家回来小强娱乐。然后这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鱼，这个就是 kingfish， 这是很好吃的一种鱼。然后这种鱼小强怎么把它拿来炸来吃，等一下看一下怎么处理一下哈。然后这个是 porgy， 这是那天我朋友钓的，然后他给了我的。这个是 sea rob这个是身上有很多刺，所以如果大家钓到的话要非常小心，因为它这种刺是非常非常尖，然后钓到碰到以后会非常疼。这里有刺，然后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，所以说大家拿起来要非常小心。一般来说拿的话拿头比较安全，头很硬。这是可以吃也是很好吃的一种鱼。然后我知道日本有一种和它应该是它的 cousin， 跟它同一类，但是卖的非常贵，他们是拿来做刺身的，生的吃的。我们这里呢，当然也可以生的吃，也可以熟的吃，这种清蒸、红烧，不管你怎么做都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因为这种鱼在这里，在纽约长岛这里是泛滥成灾了已经，所以我们就拿它来做鱼饵。这条就是 snapper， 它是小的 bluefish， 这个呢也可以吃，但是这种尺寸来说是可以煎来吃，然后红烧可以，烧咸菜是最好吃的，我试下来，但是呢，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清蒸，这种鱼清蒸的话会非常的腥，而且因为鱼太多了，我也不想把这条鱼拿来吃，就拿来做鱼饵吧。这期视频，我是想先教大家如何把一条鱼的鱼肉切下来做鱼饵，那你就不用出去自己再拿去买鱼饵了。OK， 那先处理这两条吧。用的刀呢，我用的是专门切filet鱼的刀，然后刀要磨快一点啊。这种鱼切起来很方便，在它这里后面部位一刀下去，然后你的刀要斜45度左右，要顺着它的脊梁骨，就是背往下面切，你会觉得平的地方就是切到它的那骨，然后就一点点下去。有些人喜欢这里先给他一刀，然后接下来比较容易，其实这样是一样的，你只要按住上面往上面敲一点就下来了，那就是一片鱼肉。他还吃了一个螃蟹在里面，然后反过来也是一样哈，这里一刀下去，然后45度，手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被自己割到，然后跟着他的背部切断，这个就不要了，就可以扔掉。接下来就是这条 snapper， 这两种鱼切完以后拿来钓什么？我们这里有种鱼叫左口鱼，是就是比目鱼的一种，然后呢用它的 strip 它的鱼条来钓是非常非常好，这个也是一样哈，这里一刀，然后45度找到它的 backbone， 它的中间那条最长的那条骨头，然后沿着那骨头一刀下去，就平的就可以了，这也是一片，然后反过来
的切完以后呢，除了可以钓鱼，也可以钓螃蟹哦。在江南 A 的视频里面，小强会教你们，抓蓝蟹的时候，现在蓝蟹非常聪明，它看见笼子，现在好像已经能识别这个是笼子。螃蟹笼子下去，它如果知道是笼子的话，它就不会进笼子。但是你用鱼钩，上面放一片这样的鱼片的话，它反而会咬，然后拖到水面上面用网把它抄起来。OK， 然后就我们看一下怎么切这个东西啊。其实很主要的一点就是说，你一定前面要宽一点，后面尾巴越细越好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切下来以后，它后面的尾巴就会像一条小鱼的尾巴一样，一直在，因为有水流嘛，水流就一直冲它，然后就像一条小鱼一样，它的尾巴在后面抖啊抖，所以说它会误认为是一条小鱼。这样切的话，这里是有骨的，所以我们从中间先把它一切。然后这里这样就变成一片，你挂钩子的时候呢，这一头就是钩子穿进去，然后下面就像一个小的尾巴一样，这样就是一片了。这里也是一样，尽量不要去切骨头，因为比较难切，你就避开骨头就可以了。稍微长一点不要紧，因为比目鱼这种鱼也是很奇怪，它咬到真的东西的时候呢，就会一点点往下面吞，它会一直吞到钩子为止。然后等它咬到钩子了，你觉得了已经太晚了，它觉得也太晚。如果你觉得太长的话，这里把它一切二也可以。切这个 snapper， 那就统统切好了，这些。
觉得太长的话，这里摆成172也可以。切这个 snapper， 那就统统切好了。这些鱼饵呢，用之前一直放在冰箱的冷藏里面就可以了，可能可以放上一个星期左右吧。如果它腐败的太厉害，就扔掉吧。其实腐败太厉害，你拿来抓螃蟹、钓螃蟹也是可以的。只不过钓鱼呢，有时候鱼也不是很介意。如果你觉得有异味的话，就把它扔掉了。